山区里多名搜救人员合力抬着担架，要将伤者赶紧送往医院救治。多名警消进行搜救任务，因为新北瑞芳区山间路199号附近山区发生落石惊悚砸中登山客的意外。今天上午10点多，一行9人登山客碰上落石坠落，造成2男2女遭意外砸中。同行的登山客回想当下，仍心有余悸。带您听一段访问。他就不小心，第一个不小心碰到，他就压到就石头就往下滚，他就整个人就等于说他碰到石头翻下来，他就整个倒下来。落石惊悚砸中4位登山客，其中2男1女手脚擦挫伤，而一名70岁女性送医后抢救不治。据了解，落石的长宽约80公分。伤者表示，他们行经的区域非一般步道，而是水道，也表示他们疏忽了，不该行经这区域，希望区公所能设立警示牌，防止有其他登山客再受伤。